林子笑，起床了吗？郭医生早安。我感觉我那个水杯去哪儿？是不是放我屋了？还没喝水呢。哎，笑笑干嘛去了？哎。根据我多年的职业经验，林志晓很可能陷入早恋。真的？需要我来接你吗？没关系，我坐地铁直达，很方便。多穿点衣服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。多穿点衣服，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，听到了吗？嗯，好。日死三三，我被他说的感觉顾医生做什么都是喜欢我的样子，怎么办？不知道我还怎么见他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，林志晓 ？Oh my god！ 喂，妈。下班了吧？回家一趟，我和你爸有事找你。哦，我今天可能要加班，特别忙。你也知道医院时间说不准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几天都不回家，我再不过来找你，我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了？哎，我不是说了我特别忙吗？怎么，你要从家里搬出去啊？嗯，我在租房子。这件事，你都不打算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吗？我当然会说。我只是想晚点告诉你们。晚一点？你是打算先租好房子，再来个先斩后奏吧？顾卫，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在这里跟你争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们回家再说。妈，顾卫，你爸在家等你，你妈妈我亲自过来找你。你都不肯回去吗？走吧，回去。抱歉，我这有点事，可能要晚一点。没事没事。我先去找中介。我办完事，马上过来。路上小心。